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고르는 골렘은 녹이 슬지 않는다. 换个扫描。 这就叫细节，知道吧？重心集中，正确。 这打谁呀？打个 EZ 呀、啊、，EZ 差一点点，让他给我砸了一下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可以来。这牛头挺有意思啊。 你给我呀！等会儿啊！哎呀，好好，这刀锋你不给我都收了，真垃圾。 本来俺们是能稳定能赢的，你知道吧？这猴传送比刀锋快，猴传下来了，刀锋没传，没打过，上来他们家就先死一个，你说是不是？小黄毛把闪现还给交了，对面猴四个头，那咋整？那上单菜，你说怎么办？压不住人，线还推过去了，菜逼，还不让位置，那讨厌。 给他挡 Q， 这位置挺难受啊，勾不到啊！我前面正好有个小兵挡着，你知道吧？勾不着。 这怎么能叫笨逼之拉呢？我上来把那牛头打残血了，那 ADC 自己没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对面打野来了，我死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拉他一手，那咋办啊？那我只能随便 Q 一下了。然后这你说我笨逼之拉，我的妈呀！瞎说，简直了！
安全离分，安全离分，安全离分。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那猴不才五级吗？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赶紧回家买双皮鞋。我打上路把这猴屎给他打出来，还能让他下来传送了。真鸡巴菜。我就不去了。他还发颗柚，我都没有脸，我都没脸看他，就他这个发颗柚，你说你自己一杠二，人家猴五杠零，发颗柚呢，还自己带个传送，传也不传，不知道干啥呢，他妈的，人家传下来五六分钟了，你才往下跑。太包着，差一点没杀了，这不是这小黄毛是真不好勾啊，稍微他稍微有点反应啊，俺们就勾不着他，拉倒吧，别救了，这头都疼，这龙女。这小黄毛刚把 E 用了啊。不行，这不能再上了，没勾到就算了。啊，一杠四，哎，打完就十五，看着没？你下把就别去我，千万千万别在对面，真的，你下把千万别在对面，我的妈呀，真的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可别让我碰着你。
我根本就没法勾这玩意儿呢。哎呀，猴来了！哎呀，你猴哥传送了。这改完名怎么回事呢？这两天怎么都这选手呢？昨天碰个瞎子，今天碰个刀锋，哎呦我操了！卧龙凤雏，跟我枪杀的小黄毛，叮！我没了。唯一我们家还能有点用的一路下路，真的也就唯一能有点用的一路了，下路。소환사가다시연결되었습니다其实也赖我这把，你们知道吧？主要是赖我们随到了辅助。我们要是没随到辅助就好了。像这种钻二啊。基本上就是吊起来锤他们，随到辅助了就有点难，不随到辅助基本上就是十五就没玩上路，直接就穿。在打之前我就知道这刀锋指定不像个人，我没想到啊，他不仅他不像个人呢，他连条狗他都不如啊。随到辅助也失误，让他挂机我都让他挂机，随到辅助我都可以让他挂机，没有关系，让他们随到辅助也可以，没关系。